防守的时候重心也是降得特别的低。这球有点太难了，这样的话球权这边给到李汉乔。果分开了啊！他的北京站夺冠，全场比赛只有一个是进三分线的得分。我们观众们也可以啊记录一下李汉乔比赛当中命中了多少第三分啊，是如何的一个命中率。啊，其实三分啊准可以在防守上面啊。包括一些进攻上面可以节省很多的体力，而且就比如说像我们之前城市赛打五分嘛，如果你要一直都是打两分的话，其实是要进三个球，但如果你有一记三分的话，实际上你就会给自己省下来不少力气。对，没错，尤其是啊，在这几个赛季啊，三分已经算两分了，不仅是在分数上有优势，也可以在体力上都是很有优势的。李汉乔穿的是23号，哎，是3号。李汉是23号。对的，场上是一个23，一个3号，让我想起了詹伟组合。嗯。这都能打。哎，哇，真的是，平时肯定是下了很多功夫。因为三分啊，就是要靠练，靠自己的手感。当时的场边也是江江和盼盼。不得不说，其实这两个人的三分都是很准。这球其实已经防到了，但他还是能投进。对啊，真的是。啊，我们今天的比赛呢是三分射手的一个专场啊，就是没有说回顾特别回顾的哪一场的比赛。对的，之前是有过怼派专场，今天是三分专场。是的，然后接下来是宋罗轩对上李汉乔。我们看一下一个变相狂魔对阵一个三分啊路人王历史级别的一个球员。哇，这个三分。因为当时我记得这场比赛我也是在现场的，真的是看呆了都，真的完全就是肌肉记忆或者手感，对，太准了，感觉他已经不需要看到框我也能投进，对，闭着眼三分怎么扔怎么有。哇，其实啊，李汉乔这一招啊，单手抓球还是挺帅的。对的。其实很多人说啊，三分准的人防守不一定好，但是还真不一定。
边还是李汉桥的球权。防守防的也很到位，嗯，宋优先在他面前也是很难突破。可能在试探找机会，但是没断掉，手真快。其实啊，很多球员是各有各的特点，怼派是喜欢往里怼，但三分就是三分很准。我们评论区也可以就是刷起来啊，自己想看的一些视频的类型，比如说怼派和三分派的相遇，谁赢了谁输了，我们也可以啊在评论区刷出自己想看的视频。嗯，或者大家可以看变相专场，看我们熟知的宋江还有白金啊这样的球员。对，变相肯定会要有啊平常心。嗯，宋教练也是不给李汉桥机会。对啊，丝毫不给三分的机会。这也是造成宋教练的第一次犯规。李汉桥最后一次参赛也是在北京，当时是输给了洋葱，洋葱是以李汉桥的方式绝杀了李汉桥。小打大，肯定会有鲁静思，防守专场。小打大的话，我第一个反应会想到军哥。啊，军哥或者说鲁金斯，那个防守专场的话，可能观赏性没那么强吧。但是，也还不错。哦，防守专场的话，可能会打得比较干。对的。就是进球的速度没有那么快，时间会比较长一点。这边也是。场边受伤，宋优先当时是四冠，现在已经是六冠了，也是来自于湖南永州。加油呀！宋优轩也是一个非常热爱篮球的一名球员。边调整一下状态啊，再回来。小个子球员用自己小技巧锁死大个子球员。李汉桥这个动作。单手抓球，在面前晃一圈，有点莱昂纳德的感觉。
大幅变小。哇，这球啊是真的难，球真的是太难了，而且还打着打板命中啊，不光三分不看框啊，就上篮也不看框，运气也是真的好，李汉桥。对，感觉刚刚那球有点神经刀的一个属性，背框。再次到我感觉李汉朝有点没劲了啊，看一下发篮怎么样。当时的比赛是四犯还是发篮罚进，我们恭喜打过两次，王晶两次都是险胜啊，其实都打到最后了。而马克和这个李汉朝，下一局是马克对阵李汉桥，这一个循环上海站的冠军和啊，这也是一个怼派对阵一个三分的一个比赛啊。之前是在怼派专场有介绍过马克。看一下怎么样，一上来马克轻松啊，2-0。马克借用自己的身体优势先拿两分。直接一上来就三分，哇，还是这种。三分还是很有效。你两分我三分。真的是怎么投怎么有，太无解了。对，这个分数上就容易被拉开。马克也三分。还是有，所以说啊，三分准打腿派还是很有优势的。嗯。三分好，防守好，真的是。五强拿到一个这个国际邀请赛名额，哎，还是三分，李汉桥，点起来三分。只要一分钟。太无解了。连续的三记三分啊，太快了。三个三分解决了。看一下王晶防守李汉桥，破性非常强。决赛其实不光是今天的状态，要看以往的一个经验。到底是你经验多，还是我的三分准？两名球员都是喜欢在弧顶这个位置先不断的晃动。嗯。篮下啊，打成2+1。对，先拿到两分。王晶上一次，王晶也是用自己的经验啊，先把投抽。
边球权再次给到李汉桥。这样子身高优势就体现出来啊，一个196，一个183。对的。其实这两名球员三分都是很准的。嗯。我感觉李汉桥在左侧45度这个位置啊，还是肯定是练的次数比较多，比较习惯。我们也看啊，场边的球员也一直看李汉桥的比赛，看看怎么去防李汉桥。看起来也是两分打进，还是来三分。王晶三分手感确实不太好。王晶啊，也想用三分啊拉开分差间的啊分数间的优势，差距。其实比赛间的短暂的一些休息也是体力恢复的最好的时机。没错。看一下这边金烈的球权，一万是卡尔的左边。转身。王晶也是42岁啊，也非常不容易，这样一个年龄保持这样的一个出色的一个运动状态，实属不易。这样看啊，其实李汉桥打他比他身高高的人来说，其实他打的就比较难了。对的。关键是边上的投三分，哎，这边我刚说完啊，有点打脸啊，但是可能啊，王晶的经验比较丰富，他就这局打的是比较吃力的。对的，因为王晶啊经验比较丰富，所以在防李汉桥的时候知道怎么去防。对。李汉桥带的是束腰是吧？嗯。好像是那种加重的。对，我赌王晶赢。我们看一下，现在还真的不知道谁输谁赢啊，一个是经验足，一个三分准。再来三分，还是左侧这个位置是真的准，太准了，真的。可以说是，可以说是啊，投篮机器，很稳定，而且每次基本上全是空心入网。
而且感觉李汉桥的投篮姿势也是很标准啊。我平时投篮的姿势就不是很标准，所以一般不太好进球。再说很多这种神仙球啊，就你都没有想到它就进。对的，之前是一个不看框的一个投篮，这边是一个失去重心的一个抛投。王晶啊，这一局也是第三次三分啊命中，第三次出手的三分命中。太准了，太无解了。这三分来感觉是真的没法防，王晶。拿话筒的是盼盼，不对，是盼盼。场边当时的 MC 是盼盼和江江。全能选手。王晶啊，总是想在三分弧顶这个位置，用三分啊去还，但是投不进。对，手感没有那么好，但是今夜如果手感好起来的话，也还是很准的。对，李汉桥。哎，我感觉啊，李汉桥跟李佳伟的动作有点相像，就是喜欢飘着投，说飘也不是那么飘，就是从视觉效果上来看，就是。跳那么一丁点儿。哇，明天晚上是。游人王S5 赛季的10月份的国际邀请赛，会有一些对国外的球员来打。明天就不是这样的专场了，明天是录像，然后我们带大家一起回顾一下。对的，看一下游人王球员跟一些外援之间的一些对决。发现李汉桥一般不是很爱吃火，防守很扎实。反正现在也是互飙三分，王晶选择往内线打，但是这球被防住了。
对，今女天主的女播主播是小汉堡。大汉堡今天有一点点小感冒，在下雨。最近也是啊，天气变化的比较频繁，也要注意一点。肉温差比较大。尤其是春天容易感冒，大家还是要注意点。这一场打的是持久战啊。对，看谁的三分更准一点，但是现在两个人的三分可能都进入到了一个瓶颈期。其实王靖啊，背后掏球也是一个弊啊，一个绝技啊，但是这次是犯规了。看来这名观众很了解小汉堡。啊，李汉桥只要是你给我空间，我就敢投，我投完就敢进。我要擤鼻涕的时候，我都要把这个麦关了。第二，支持王晶。对，这也是李汉桥本局比赛第五记三分。三分啊，绝逼啊，三分啊，直逼啊，职业水平。这都难打进，天哪！太逆天了，这三分球。当时是打21分啊。对的，我们看完了当时五月的一个排位赛，下面看一下，他最近一次排位赛的一个比赛。大家除了在这个路人王可以看，虎扑可以看，还可以这个下载快手，然后关注路人王官方快手账号“路人王篮球”同步收看。对的，其实大家这也可以把我们各种的社交媒体的账号全部关注一遍的。嗯，先犯规啊，上来李汉桥就犯规了。哎。大家一会儿也可以扫描一下 Nike Rice。第一局是李汉桥对阵刘元宇。开启你的篮球竞技之旅，我们把今天是三分专场。给到赛场啊。有李汉桥啊，也有我们一会儿即将出来的一位三分选手，也是非常准。我们可以看一下两人之间到底谁的三分更强一些。比赛就拿到冠军，可以见得到他这个实力真非常强。哇！到中医。很壮。李汉桥被怼得不轻，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会针灸，就像他的三分一样，而且三分半嘛，其实这个状态必须要精准。李汉桥来讲非常不乐观，弹幕已经开始有人问李直呢，稍安勿躁啊，汉桥之后就是李直了。弹幕也可以刷刷出啊，你心目当中路人王球员哪名球员的三分是最准的？这第一个他也觉得犯规了，但裁判没给上。我感觉就这种刘元宇这种两米大个儿。手张开防，一般人其实出手不了。对，看一下，两米的球员对阵李汉桥是怎么去防李汉桥？李汉桥面对这样的一个身高的球员，三分还能不能进啊？但是这球还是得打进。士气的打压。是的，就不管你多少米，我都能出手。对，你长三米我也能出手。确实，这个李汉桥强攻能力太出色了啊！嚯，这怼的啊！刘元宇往里，哎，这个好切啊！这球是没有犯规啊。刘元宇这个身体好，身高又高，其实对李汉桥来说真是非常难防。不过好在李汉啊，李汉桥今年是27岁，1米83啊，78公斤，底盘很稳。嗯，怎么说呢？就是虽然说身体没有，其实1米83、78公斤就算比较偏瘦的。能李汉桥的防守能力也很好，算是一种精壮型的一个体型。也没有说太瘦，就正常。对，他可能是壮，但是哎，差点掉头了。有些主播啊，或者说就是个子比较矮，体重也很重啊，就比如说我。太帅了，李汉
像李汉桥，李汉桥进两个这种三分啊，基本上自己心态就炸了啊。但是他这个命中率太高了。其实这两个球已经防到位，不是说放进去投。对，一般人真投不进。嗯，而且三分线外半步啊，看一看刘彦宇这个时候啊，打两分两分追得慢，打三分又不稳，看一看怎么进攻。主要还是打个成功率啊，如果这球没打进，比较伤士气。哇，盖帽！天哪！这没办法了啊。刘彦宇这个时候作为一个这个新进球员参加的分开挂真的是很准，心态已经崩了，三分如罚球。这个时候他肯定想，但是有些有些平时日常训练也是相关的，他练三分也是很对。但对于平时一些打球的人来说啊，其实罚球也不是那么好进。嗯，对呀，这么稳定也是真的像开挂了一样。啊，下面李汉桥对阵的是唐日辉啊，唐日辉也是都是王签约的球星。哇，唐日辉这三分完全不敢放。对，哎呦，太可惜了，这球。就是他没进，其实也是差不多啊。对，运气不好是。他没进是运气不好，说实话。唐日辉的三分啊，短了一点。多高难度不会投篮。谢谢那个什么什么猴啊。有很多球员都是这样，比如说昨天那个李俊达以及之前看过的鲁敬思啊，都是喜欢那种高难度的投篮，对，半身跳投顶着防守。啊，怕不是中国库里，库里肯定都是网友有库里啊，都是王库里善意啊，善术他们自己纹的身也是啊，和库里的纹身的位置也是一样的，纹的东西也是一样的，那一句英文话，英文字母。他是不是觉得红色的鞋很喜庆？嗯，他这双是什么？一七，是 Hyperdunk 对高帮的吧？对，一七。哦，直接顺步，这突破真的快啊！这就是什么？真的快！当你的这个三分威胁到一定程度，对手就是宁愿去放突啊，让你投，就是放投。嗯，让你突进去啊，防投，看一下三分。哎，唐日辉今天的三分没发挥好啊，因为他其实三分也是挺准的。唐日辉，特别是湖顶一带，从这个今年的三月份开始，魔王挑战赛之后，进步非常明显。看看，还是这种。哎，李安桥还是可以进行，你像右侧四十五度这种横移的三分。哇，这个刀球刀的是真的非常。非常聪明啊，也是属于李汉桥一个漏洞，他在想这球怎么打，一晃神马上就被唐日辉抢断了。你看第一步卡死，顺步没突起来。我在家吃中药调理，调出好手感。失误。啊，其实中药是可以调理身体的，但是调理手感，这个够硬的，他真往里不太可能啊。没有好果子吃，确实啊。那主要是唐日辉，因为他爆发力好，启动的第一步厉害，但是李汉桥卡死了。唐日辉就知道，我就是不给你三分的机会。对的。唐日辉的手也是一直在啊，防止他。啊，同样也是一个不擅长持球进攻的球员。这个开玩笑调侃一下，我知道。三分球，我天哪！但是还是强投三分，这球。对了，他就在我面前这个球，李汉桥。飘着的后撤，他完全就是这能进我，你妈！他这个就是手腕一拨啊，这个我说实话就在面前，我是想我开玩笑调侃一下，可能他在家里每天就针灸自己的那个手臂啊，让自己有肌肉。对，其实肚子怎么又饿了，你也可以学一学。别人在家用自己用针啊，可以扎扎自己，看看能不能调理出自己的好手感。真不错啊，这比赛有意思了啊。还是犯规，这样两犯，我们是继续啊。李汉桥球权，五比五了。这时候看一下，因为就差两个球，变相收一收手，对，很明显第一次没出手。这球要是进了，可以说是一个最佳进球了。他没有把握住最好的。场边也是坐着下雨，长得像阿少的一名球员。也是喜欢投三分。
哇，这又是一个中投，他跳投跳的是真的高啊。时间还剩两分半多，就感觉这个球啊，他是会是给空间了，但是选择往内线投，球造到犯规，三犯。那唐日辉这边是三犯，李汉桥还没有犯规啊，四犯发篮。再犯规的话，就要送李汉桥上这个罚球线了。哎，那个技术渣。没事，多扎几次就会了。对，你自己扎坏了，不要赖主播啊。没什么问题。轻轻一跳，而且是，我觉得他这个完全没空间了，这都能进啊，真太厉害了。我记得这个北京站刘畅他防李汉桥防得非常好，防了五分钟没劲儿了。对。啊，你看唐日辉之前也这么防，你看到唐日辉其实也在喘气了。是。因为真的累，防他真的累。防守啊，因为他是一个被动的，是根据进攻方的这个不同做出不同的这个动作去反应跟上，所以非常累。而且他更加精神紧张，因为一下在想，一直要在想他这个技术动作，哎，下一步会接什么？他会突还是会投，还直接？又快又准，他的感觉三分，每次投篮要看我们多人王这些射手，他出手速度都特别的快。对的，李汉桥这名球员沉球的，对他三分，是一般喜欢在外线去通过自己的运球找一下节奏再投。嗯，唐日辉的跳投是真的进步了好多，今天他的跳投真的很准啊，但是今天他这个三分球命中率还没那么高。讲真，唐日辉现在李汉桥之前也是投过全场啊13记3分，进步真的也非常准。有一说一啊，那防守端各种端啊都看得出来啊。对，防的其实也不错。嗯，这样的话罚篮了，罚篮了，李汉桥的罚篮啊，得看一下了。看一下三分准的啊，罚篮准不准？李汉桥，呜、没罚进，一罚就看出来了，罚的太大了，没罚进啊！唐日辉有机会了，现在。对。但是唐日辉因为，缓一缓，等进攻时间，投三分比较多，防力还是。不会今天又要翻车吧？对，看一下，看一下，顶一下。这球怎么犯规了？应该是就是转身那一下有假手臂了。刚才看一下三犯，哦，哎，什么鬼？这也吹犯规啊！连续两次，看一下。哎呀，我觉得今天这个李汉桥这犯规吹得太严了，每次都是可吹可不吹的全吹了。这你说这比赛罚球啥意思呢？没意思。哎，双方也没进。对，哎，这让我想起了这个今年这个半年前的这个冠军排位赛，王晶和这个陈海涛也是这种啊，我一次机会没把握住，你一次机会没把握住啊。看一下这一球。哎，这球走了，这球走了。嗯，俩人啊，就是看最后这一攻啊，就是最后这一攻。我们进攻时间是20秒啊，10秒钟，最后10秒钟了。看一下唐日辉能不能把握住机会。这个唐日辉这球进给他加个绝杀王，我觉得这球应该往里啊。中投，顶着防守，但是这球确实啊，你都翻满了，没投进。这个时候中投，说实话，你俩都已经打了9分钟了，体力也跟不上了，对吧？关键是什么？他是接近于踩着三分线的远距离2分，这种球是最难投的。最难投的、啊。这样的话，看一下时间，还有最后一点钟。你要往里突的话，弄个犯规，两罚。接下来是什么？接下来就进入这个老鹰捉小鸡的环节。不是，李汉强拿球赶快跑，那个不让唐日辉抓着。唐日辉肯定想第一时间去犯规。当时的主播是鹅黄和盼盼。
这个。你是在场边解说。因为就是当时比赛是在上海的西乡洛克啊，如果没记错的话。对的，坐在娃娃后面的是波波啊，也是现在的解说。我记得之前啊，陈泽文、凤刘轩玩这一招玩的特别溜，就是接球直接跑，因为速度快，对手也跟不上，可能两秒钟时间都不够犯规的。哎，你要注意一下。看一下双方拿球就哎，你看跑了，哎、跑了，就这样，就这样。哎，给了规吗？给了规。夏天裁判给了规。确实，那我们又要看一下这个时间还有多久了。因为是这个犯规，应该是打到了李汉桥的右侧，右侧可能是对下线裁判可能看到他右侧的样子，还有一秒，罚进就赢。哎，没问题。那9-7了。对，让李汉桥成为今天第一。好的。对的，我刚刚也看李汉桥最后是战胜了唐日辉。嗯。那我们现在呢，看一下另外一个三分射手的一些精彩视频，还有他的一些赛事回顾。对的，其实，在路人王的，在路人王的一些比赛当中，可以比肩李汉桥的，可以说是在 S 六赛季杀出的一匹黑马，就是李直。对的。啊，李直也是从奔袭的比赛一直打到了月赛，其实一路上也是多次奉献上了一些精彩的三分表现。嗯，那我们呢，先看一下李直第一次参加城市赛的一个高光时刻。这也是啊，在一些城市赛，李直之前是在城市赛夺得了两次冠军，一次是在南京，当时是赢了耿潇齐，另外一次是在合肥啊，赢了刘涛。而且这两次的决赛都是非常精彩，李直也是多次献上了自己标志性的横移后撤三分。他第一次打是在南京啊，是因为当时我们第一次奔袭他拿了 MVP， 所以他有权利选择一站就是他想去的城市赛。对的，李直也是打过，对，打过三次的城市赛，一战成名啊。对，很不容易啊，从奔袭打出来。决赛是当时碰上的耿潇齐。对，漂亮啊！其实耿潇齐啊。也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也算是一个嘴派吧。李直啊，非常善于投射的一个球员，直接三分啊。我们刚刚看完了他的城市赛锦集，现在我们看一下他月赛啊，第一次参加国际邀请赛的一个视频。是的，他也是第一次参加大赛啊，就打进了四强。对的。然后他也是代表路人王战队对阵这个美国战队。李直啊，三分线外一步啊，直接三分。然后他是当时很克这个 T Wade 啊，他对上 T Wade 的时候就是怎么投都怎么能投得进。对，怎么投怎么有是吧？对，一打韦德就来劲。都快40岁的老将了啊，还玩这个死亡双面枪。你都知道韦德也是非常有实力的一名球员。对的，中投啊也非常准，可以说是外援中的王晶。嗯。啊，也是40岁了。再来，看一下。一直，这个真的是太稳了。这个很。这一场也是第一次说大赛的比赛。对的。自己摆都有点尴尬。太有意思了。对，我们看场边王晶也是一直在看李直刚刚的进球。嗯，阿韦德啊，打成这样真的不容易。啊，看一下 T 位只剩啊一个球啊，两滴血。谁都没有想到。是。
因为我们当时打血量啊，对的，韦德也是不敢放三分了，也不能说三分啊，只要是投篮都不能都不会放。这球是防到位了。这个韦德啊，长得有点像米德尔顿加比卢普斯的结合版。如果李直的防守啊，这个在像他这个三分一样出色。来看一下李直。对。冲击一下职业啊，因为他这个三分特别出，但是防守其实离这个三分球的这个能力要。个人感觉李直和李汉乔，可能啊、李直的三分的幅度啊，变向的幅度比较大，横移后撤的幅度也是很大。李汉乔就属于那种啊汤普森类型的。然后李直就属于那种，啊，找模板的话还真的不太好找。啊，其实看一些卢网比赛。我们也可以学到一些篮球技巧。来看一下李直这边 T 位的也是防得很到位。三分，毕竟也是他第一次参加大赛啊，然后面对就是这么强的外籍球员。对，李直多高？李直196。对，196啊，85公斤，23岁。T 位的防守啊特别强硬，而且很有那大赛的经验。对，之前也是打过啊卢荣王比赛，打得很聪明。再加上两个人身高又差不多，确实很难打。对，但是啊李直在身体优势上可能啊没有韦德那么壮。而且因为他太瘦了，偏瘦型。对啊，但是准啊，准就能改变一切。阻挡犯规，这样的话看一下起犯了。因为第三次的犯，那就罚球了啊，能不能抓住机会？两罚全中，对，踢位的就直接打掉。这边送李直上罚球线。很稳啊，罚进。目前两人都是只剩一滴血。没问题，李直打掉了 T 位，就是一个两罚都命中了，把 T 位打掉。对的。这边出场的是阿伦。因为当时啊这一场比赛的外籍球员都是有史以来最强的一次了。像奥克萨、T Wade。这个馆当时我们是在武汉啊，不是在上海。武汉的自由时刻。直接三分，李直这么远啊，差一点啊，短一点，真的，李直的这个小伙子真的。其实卢人王球员跟一些外籍球员过招，也是互相学习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很好的机会。艾伦还是没有，艾伦的这个防
防守，对，防守非常不错，就是你想要过艾伦的话非常难，但是艾伦他防不住你的投篮，因为他盖不到啊。看一下李直，如果这样放其实还可以投，看一下，哎，方向很正。艾伦确实，艾伦其实已经40岁了啊，和王晶都差不多年纪。我们看一下一滴血打九滴血有没有可能。经济独立，哎，漂亮，来了，上军队选中投，稍微大了一点啊。这边啊是再次对上了韦德啊，有张宁的就更好看了，之前有转播过张宁的精英赛。我发现啊，李直和李汉桥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喜欢在左侧45度这个位置。这边还是李直的球权。对的，其实在鹿王比赛当中啊，李直也可以说是韦德的一个克星吧，每次的一打韦德就来劲，这边晃开，球其实进了，非常影响，没有过这个被打掉血量啊，所以说比赛可以继续，明显大了，哎，这球出手明显大了，对，出手好快啊，真的是不给防守人的不给防守者的一点机会。奥克赛的身高也是特别高，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08米好像。经济独立这球被干扰了啊，太难了，对手高啊，2.08米，需要这个非常快的出手手速，角度不特别长，对，非常高的稳定性才可以。对的，奥克赛也是2.08米，而且是前 CBA 的外援，非常有实力的一名球员。没错，他的臂展是2.24米。奥克萨也是之前效力于上海、青岛、新疆等多支球队。曾经在2005年获得过 CBA 的篮板王，是一名虽然说是一名内线球员，但是他的控球以及持球进攻的能力也是非常出色，曾经单场得到过39分。这边当时陈凯涛也就受伤了，对的。李直练练核心力量就很强了，主要是因为他太瘦了，如果对抗强度一上来，他的防守就会很吃亏，尤其是碰到这种比他高然后又比他壮的球员的时候，是对抗上是有一定的劣势，但是打球很聪明啊，那球也是直接过掉奥克萨，而且包括他之前一直打都是5v5的比赛，或是3v3，也很少接触这样的单挑。对，其实
打五 v 五的球员啊，打单挑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会不适应，没法发挥出自己完全的实力。啊，这边阿伦。阿伦也是啊 ，CBA 联赛第一代超级外援，啊，身高是1米8，啊，却有着1米的垂直弹跳能力，可以说是一名小钢炮的后卫。嗯，这场比赛我记得是打了3局啊，所以他又碰上了 C 位。对的，韦德。韦德是1米98，啊，李直1米96。其实韦德的手感一直是非常柔和，而且啊运球的节奏非常多变。对的，他之前是打过 NCAA， 是来自于啊路易斯安那大学的核心球员。感觉京野不太擅长三分啊，但是三分也是有的，也挺准的啊。哇，这球真的是难。刚刚说哈，李直一打韦德就来劲，真的是。当时我们就说他是踢韦德克星啊。嗯。都已经防到了手上，还能打进。对，其实这球先停球，然后再先晃一下，第二下再投。其实这个时候对于一些球员来说是失去节奏的，这球能打进真的是。肯定是要归功于平时的练习。对的。对，要是自己啊，核心力量再练一练啊，肌肉再练一练，再能壮一点的话，会更好一点。对的。加强他防守啊。对。目前三分包是有的，看看这个肌肉包能不能有。但其实他自己也是知道他自己太瘦，但是他就怎么吃都吃不胖。对啊，看，好气人，总有这样的人。给了双方犯规，这样的人属实让人很羡慕啊！可以平时吃点那种高热量，比如说半夜啊吃个蛋糕啊之类的。因为我跟他关系还是比较好的，据我所知，他吃就是晚上都会吃什么炸鸡，就是甜品，吃的特别多。但他就是不胖。你可以让他多吃吃小汉堡。多买就买那种小汉堡，可能都不太够。多买几个汉堡给他吃一吃，说不定，作为好朋友，你可以送给他。我感觉，如果每天晚上都来一个小汉堡的话，说不定一个月还能长个，5斤8斤的，估计好像也不太行。直接来三分，李直差一点，真的是，就是现在如果有一个人能提醒一下李直，没必要三分这么靠外起球。哎，转过来，晃开，没进，没进。刚刚的幅度也是很大。继续来，真的太远了，你说他这个命中率不可能跟这个踩着三分线投差不多啊。其实我感觉会能投三分的李志锦三分也是有的时候也很准，但是一连串的。李志锦是要分时候，就是他如果手感来了就特别准。 对真的是一个差因素。弹道很正，但是弹框而出。哎，这球差点滑倒。艾伦，小钢炮。
这边是再一次面对了韦德。终于啊，终于三分线外一步多，终于三分啊。刚刚是一个回放，还是对阵的是阿伦。最后一个人啊，很关键，但是不能犯规，犯规就罚球。阿伦啊，也是曾经在 CBA 比赛当中也是多次完成了绝杀。嗯。哎，没进，没进这球，没进。看这一球。李智，李智，三分，两个三分，两个三分线外一步的三分，这个打到了最后一个球员啊！其实今天不管输赢，打到最后一个球员，因为当时我记得第三场就只剩他自己个人了，而且他也是他第一次参加这种大赛，然后面对这么多球员，对，其实我们刚刚我想宝都没有说话。就是为了让观众们听一听当时现场的一些呼喊声，足以看出李智的三分的能力的出色。因为当时是在武汉啊，大家都知道武汉的这个篮球氛围也是特别好。对，篮球氛围非常好。我们也希望这次疫情之后啊，篮球的氛围啊，再和以前一样。嗯。博克萨当时啊是十月的国际邀请赛，他第一次打路人王是在九月的国际邀请赛。对的，就是面对张宁带领路人王战队那一次。对，他也是啊，首次参赛就率队完成绝境的逆转，也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球员。好，接下来看的是我们最后一次的冠军排位赛啊。对的。然后植入是在当天夺得了亚军，输给了李智锦，但是他也仅仅参加了三次大赛。对的。这场比赛第一局是李智对阵谢浩，之前李智是有谢浩跟李智也是有交手过，在长沙的时候，对，当时也是输给了谢浩，嗯，所以这一场算是复仇之战，没错。我感觉叫谢浩的人啊挺多的。嗯。啊，谢浩也是来自于山东烟台。直接来三分。目前还没有找到手感。其实我上次就说我觉得李杰是一个。我一个同学就叫谢浩。原来这么多人叫谢浩。哇，其实这个动作很难啊，左转身的后撤投篮。投了，我来了，李智，这种上对抗的三分啊，哇，确实，这三分，这种三分确实没办法，是啊，这含金量太高了，三分线外半步顶着你投后撤啊，特
特别体现这个技术啊。是，穿着库里的鞋啊，扔着。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挺想看啊，李直打李汉桥打一场。对，到底看看是谁三分更准一点。对，看一下论人王最强三分的名号到底是归谁。再来一个，哦，这个没进。李直这场比赛的时候，当时手腕还是有伤的，没有完全恢复。对的。李直，哇，这太恐怖了，这三分啊，就不进也差不多啊，意思都能到。完子上场，完子在这个解说席这儿陪着你。这标准赛是明天的19:30，我们先号上来，然后进来开始录。明天有谁啊？明天有我们这个今天结束的。啊，其实这两名球员的速度都是很快。对。这场比赛啊，体能消耗肯定是很大的，所以，双方的进攻节奏比较慢。来了，就是你的投篮威胁太大了，对手一直在扑你的投篮，啊，这个时候你的突破空间就很多。现在7:2，这是要复仇啊，一直。啊，成人赛。其实在很多城市都办过，不仅仅是在武汉和上海。这个现在是在南宁，广西南宁。对的。我们这个是月赛啊，每个月一次的比赛。对，城市赛就多了去了。下一局是张成宇对阵李直。李直身高1.95米，体重85公斤啊。张成宇也是 NBL 的球员。张成宇上来先来一个三分。对。啊，说明什么？就是单挑啊。还是得练。对。单挑真的不是全场打得再好，全场打得再好没用，单挑得练。像那个王鑫啊，李霄旗、张巡，包括李直，就是练单挑啊，真的练。这是哪？这是当时是在南宁。说起南宁，就让我想起了螺蛳粉。你听一下三分是吗？啊，张成宇是在李直头上先声夺人啊。啊，李直还一个也来啊，三平。是的，两个人三分都是很准的。是，张成宇这个月打了3次，2次8强，1次冠军。啊，是越打越好的那种类型。看一下弹幕，很多给李直加油的，是不是李直啊？哎，这个转身啊，打进。张姐刚刚参加了，刚参加那会儿防守巨星那天转身无敌。李直，哇，六哇，横对呀，横一后撤啊，这球难度真的是高。啊，场边的女球迷也是看得很兴奋。是的。啊，女球迷看得很兴奋啊，男球迷的眼神就是很不屑。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哎，要不我也能进三分。有现场主播，当时这一场的现场 MC 是我和江江。对的。
一个是白鲸，一个是李汉桥，再就是一个李直，这三个人啊，从九年入王打出来的这个人气三个球员。对，李直应该是参赛的是比较晚的，算是这三个人。看一下张成宇这边。这就是李直，9-5，哇，连续的两记三分啊，真的是很难。这都是强投，都没有任何节奏的情况下都能进，这得刷一波666了。直接晃开。来看第二组，这个冠军排位赛的这个四强晋级赛啊，李直。你们这是在哪？我们在家。对。视频里面是在南宁，是之前的比赛。这一局啊是李直对阵城南，城南我都知道，就是很能怼啊，东北的霸主，沈阳站啊，8战8冠。也来一三分，也没有。那城南其实平时有三分的啊，但是他在单挑的时候就感觉。好，喝药了吗？粉丝很关心。一会儿解说完休息一下先。对的，这两名球员都是来自于东北啊。嗯，只是辽宁大连。而且他投的都是三分线外一步的三分。小汉堡说话今天怎么这么甜？难道我不是每天说话都这么甜吗？城南想借力，借不到力，空中失去平衡啊。是的，今年明天还是会打国际邀请赛的。这么准的吗？的确。是真的挺准的，你现场看的话就会觉得更准一点。对，有时候都很羡慕，为什么我的投篮就这么不准？看到城南啊，真的是太能怼了，像李直这么瘦的人，直接把李直撞飞了。对，后面谁赢剧透一下，这个你要慢慢看啊。哎呦，这就怎么能这么准？哇，还是能进三分啊！哎呀，这个三分雨，三分线外。一步顶着你投，6-0。哎，他一直都不是说我贴着三分线这样子，他一般在启动区那个位置左右。这个在那个卢人王那个 logo 那一块是吧？对。这个镜头也是。贴身防守，哇，这防的太。怎么镜头突然贴给了我？对啊。就那天妆化的是找那种化妆师帮我化的，特别可怕那个。现场有小汉堡，现在也有小汉堡。屏住呼吸啊！声音哇，是的，是有奖金的。我们的冠军是20,000元的奖金，亚军是15,000元，第三名、第四名12,000元，第五名是10,000元。哎呦，可惜啊，城南。是的。其实郑兰可以直接上了啊。嗯。就是2分2分的去凿对手。对手一个3分。又领先了，嗯，对吧？主要是要防好李直的这个三分，不能给机会啊！后撤，李直来了，哦、李直真的无解啊！这一球真的是太都失去了。六记三分球，9-2。好的，我们又回来了。的，那我们呢？今天的三分专场就结束了。对的，没错，我们已经是第二个专场了。我们之后啊，评论区啊，我们看一下，还想看哪一些类型的比赛，可以说出来。或者是你专门想看的球员，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打出来。对的，那我们明天晚上还是7:30，我们不见不散。好，大家拜拜。拜。进入大家视野，还是2009年吧。我上大二的时候，参加山东台的《蒙牛终极蓝图》的节目的时候，被大家知道。因为那时候，其实当时我也没太在意，有很多的朋友打电话告诉我，在电视上看到我了。然后那时候。